当心，要不你先下来，我上去。谢谢。这不是你帮我拿的，谁先拿到就是谁的，这书店的规矩啊。你们俩，他现在是我的房客，我是他的房东。是不是喜欢我呀？谁喜欢了？眼神不好就去看眼科。我招你惹你了？居然敢挂我电话。他的就是我的，他也是我的。啊？我的编辑，你在干嘛？这是什么？跟你没关系。您难道不想在您父亲曾经的战场上超越他，成为新的奇迹吗？助理，你可能真的不太适合做编辑。三万册，你当我要饭的吧？你难道想躲在这儿开一辈子书店吗？助理啊，这么重要的一本书，怎么能完全交给你负责呢？洛河神树的责编是你吗？我说是你了吗？如果这份东西是你不愿意提及的过去，你写的这些东西就是垃圾，是浪费纸张。我愿意把你从过去拉出来，走到未来有光的地方。只要我做编辑一天，我就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作者。我拥有一个非常好的编辑，而这个人刚好是我女朋友。